今天来到了角门附近，角门这儿一朋友说这儿开了一个313羊庄铁锅烀羊肉，看来是个连锁店，正好门口还有开业的这个花篮，有草原的这个标志，咱们到里边去看看。肚包肉啊，极品羊排，看他这儿还挺新鲜。这个对，咱家出品的全是羊哦，都是羊肉是吧？对，都是羊肉。就你们家那天我去楼下，那羊肉不是那几个吗？哪个？羊肉。每个价格都不一样，从99到198的都有。哦，这都是两个。啊，对，嫩金葱，您要多少给您称多少。对。咱们这哪儿的羊啊？就是西蒙那边来的。西蒙的是吧？对。锡林格勒。对。这是什么呀？料油、香菜油，还有，还有那个狗皮大枣。服务员。然后就是您点的一共是20斤肉，放在一起，你洗完给你下锅。哎，好。哦，慢点。咱们是15分钟喝汤，20分钟吃肉。哦，锅开了先喝汤。对，先暖胃吧。哦。香菜。哦，第一碗就是清汤，清汤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搁这个香菜跟葱花了。对。哦，这韭菜花呢是什么时候吃？蔬菜汁。哦，蔬菜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哦。喝第一碗清汤。好，清汤。这个咱们不用，您不用。哎，搁汤啊，对。第二碗就是搁香菜跟香葱了。哦。这第三碗蔬菜汁了。嗯。然后他用这个。这第四碗汤呢是野韭菜花，野韭菜花汤。怎么样呢？这原汤，周哥，还行，挺鲜鲜是吧？嗯，鲜的。现在锅开了，锅开了。啊，对，不是那种高。全国700多家了，是吧？700，咱们是连锁店。全国不多，700多家。那也不少了，你能连锁那什么？咱北京就。北京有多少家？北京得有。你们真是。7-8家是吧？除了这儿有，别处哪儿还有啊？宣武区什么西城区？嗯，海淀都有啊。咱这边哪的那个新村，那个大兴。哦，新村还有是吧？新村大兴都有。哦。